大家好，我是 Miss Abacus。今天的课程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啊。第一个部分呢，就是延续上一堂课的加法口诀，这一堂课我们要学减法口诀。那第二部分呢，我们还需要再复习一次手指算盘，因为所有口诀教完的时候呢，我们会来学九九乘法。那如果你会手指算盘的话，你就会很快就可以算出它的答案啊，不需要死背。那上个礼拜我们就学了加法口诀吗？还记得吗？口诀是什么？减、补、数、加、十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十二加九，加法口诀，减九的补数，减一加十，记得吧？好，今天我们要学减法口诀，减九怎么减九？好，你看你个位数只有一不够，所以你一定会借十。好，所以减法的口诀一定先减十，再加九的补数一。好，所以加法的口诀是减补数加十，减法的口诀是减十加补数。好，我们来做二三加八。上个礼拜学的加八，八的补数二，减二加十。好，减八。你只有一不够减，所以一定是先减十，再加八的补数是二。好，所以事实上我觉得减法还稍微简单一点，因为很明显，如果你个位数不够，你一定先减十，再加补数。好，那我们来做几题今天的功课，你就会更了解这个口诀哈。七加十三，十。三，上个礼拜学的，你只有二嘛，所以三的补数七减七加十减六不够，减十加多少？六的补数是四，所以答案是14。好，我们再做一题，26加五，你只有三不够。用口诀，五的口诀，加法口诀，减五加十。好，下一个数字减九，减，你这有一呀，怎么减九？减十加九的补数一，答案22。好，十六减八，不够，减十加八的补数是二，加九。上个礼拜学的，九减九的补数，减一加十，答案是七。好，下一题，七加五十五，五十没问题。怎么加五？只剩下二了嘛，所以一定用口诀减五加十。好，接下来减八，只有二不够减，一定减十加八的补数是。答案54。好，再来一题，29加6。加法口诀，减补数加10，6的补数4加10。减7呢？5不够减 7， 当然是减10先咯，再加7的补数回来，7的补数是3，答案28。好，我们来做几题两位数的。62。减五十五，减五十，不用口诀。减五呢，你只有二，所以减法口诀，减十加五的补数当然是五喽。答案七。下一题二三减十四，好，一样，二三减十减四，没有四，当然用减十加六。四的补数是六，是不是？答案是九。下一题42减13，好，42减10减3，又来了，不够。3的补数是七，所以减10加7。好，答案是29。再来40减21，40减20。
什么都没有，当然要用口诀啦，减食加九嘛，因为一的补数是九。好，我们来做最后一题咯。71减59又来了，不够。九呢，减食加一。好，答案是12，不难吧？所以九个口诀，事实上总归只有一个口诀，就是减食加补数。加法口诀是减补数加食，减法口诀减食加补数。好，这就是今天的第一个部分。第二部分呢，我们来复习一下手指算盘。还记得吗？右手是个位数，左手是十位数。好，那我们来做跟刚才一模一样的题目，但是我们用手指来做。好，七加十三，五六七，加十三，十三，三的补数是多少？减七加十，下一个数字减六，个位数没有吗？减六，我们刚刚说减十先，加六的补数。所以答案是14。好，我们再做一题，26加5，5的补数，减5加10减9，只有1，所以减9减10先再加1，答案22。好，那我们来做16减8，6不够，所以减10加多少？八的补数是2，加9，上个礼拜学的9的补数减1加10，所以答案17。好，下一题7加55，55减5加10减8，只有2，所以先减10再加8的补数2，答案54。下题29加6，当然了，6的补数是4加10减7，只有5，减10加7的补数3，答案28。好，我们来做两位数，62，这样是6，这样是2，减55，减50，减5，减10加5，答案7。下一题23减14，23减10减4，不够，减10加6，答案9。下题42减13，42减13不够啊，减10加3的补数7，答案29。好，下题40减21，40减20减1，减10加9，答案19。最后一题71减59，好，567，71减59，59减10加1，12，简单吧？那我们今天上到这里，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学的什么。第一个部分呢，我们是学10的组合的减法口诀，上个礼拜加法口诀就是减补数加10嘛，所以今天反过来，减法口诀就是减10加补数，减10加补数。那第二部分我们复习什么？手指算盘，对不对？手指算盘非常实用哈。等你们口诀全部学完的时候呢，你随时要算到两位数的加减都很简单，好，所以非常实用，非常方便。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，不要忘记帮我按个赞哦。如果还没订阅的，麻烦请订阅，并且打开小铃铛。好，谢谢你们的观看，下次见。